我跟那就是在今年呢，我们因为很多的税场的改变啊，那么这个客人呢，今年开始也是大家觉得说这个不晓得应该怎么。是我去一年成立的，是60年了。那我在公司，我是96年在公司开始工作，所以在这边今年是我第21年。那公司来讲的话，所以在你按下去那个资料之后，发现我连这个遗产里面有多少钱都知道，因为在加州法院在做遗产认证，资讯是公开的。